哦，目前我们血你要是不要？满的，就不用上链了。等你下，要去哪一间？我想先去右边呢。哦，我先看那就个是钟，老旧的老挂旧的钟。挂钟。哎，喃喃自语着，沉默的是谁？聆听。哦，就是这个你要靠自己哦。好啊？好，没事，我再按一次，然后先安静下来。如果它照顺序左右左右左右右左右左右，如果是从上往下的话，应该是左边第四个。我再回答一次。哦，顺 序原来是你。顺序顺序错了，应该这个门。哎，果然，谎言不存在，只需要尝试去站在他人的角度。我觉得后面那几个字是重点，站在他人的角度。墙上有堆小板砖，是不是可以按下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先离开好了。上面写的字，我开始左两步，所以它左两步是这边。自我开始右三步，自我开始左两步，自我开始右三步。有我先按按看这个好了，它是三两步的话，三至四，这边，OK，自我开始右三右步，三步，所以它是左下二乘二，自我开始右三步，所以它是右边二十右下左一，这边，然后跟这个吧。对，这自我边开自始我开左始两步，左两步，左边的话是这边，所以这它是。是右下四二。哎呦，聪明！哦，哇！不要触碰那些水，那是草虐者的陷阱。那家伙最喜欢玩弄他人了。哼哼，许愿池。许愿池，所以这个啊，这个还先不要进来好了。钥哦，匙所以在是他右爷。边，对吧？那应该是有要道具处理这些水。我先去左边的房间。倍儿。鸟的雕像在喃喃自语着，失去孩子，失去名字的孩子哇，们。失去孩子，嗯，哇，你少啰嗦了，该 生气了。只记得生前的歌声，用歌声去判别他们的姓名。紧闭的箱子为震动的箱子里是不是有什么生物？聆听，这是鸟。哦，这牛，哦，它会解释。是鸭子吧？哇哇！哇，这也是鸟声。这是旅游。那是迅猛龙，哦。猫头鹰，鸭子吧？等下，旁边这个还没鹅看吧。过，一张地有鸟类名字的牛皮纸，这也太难了吧？一二三四，等下，他的问题是什么？鸟的雕像在喃喃自语着，失去名字的孩子们只记得生前的歌声。用歌声啊，要分别知道他们的是什么生物。对，这是金丝雀，因为麻雀嘛，有麻雀吗？有金丝雀啊，没有麻哦，雀，所以那是金继丝续雀。去。白痴哦！这怎么打啊，我要扣血了。好了，这叫龙龙龙龙龙啊！哦，可恶。哦哇，CA。啊喂，哎，好像没有说大消息哦。不，啊，不小，等一下，不会吧？这个鸟是啥？没关系，我们先用比较简单的先啊。去我别记的。得这个嘛，这种夜晚声音，猫这头是鹰。猫头鹰。猫头鹰是这种 OWL，有这种是鹅吗？鹅吧，G 在农场应该哎，是没有，鹅，G O O S 对 E 啊，天鹅，还是鸭？哪里有 GOSE？右上角，鸭怎么叫？呱呱，
好哦。哎、欸，你好你看，鹅哦！天哪、啊！哎 这个叫成这这什样是怎么？样啊？啊，这样，都是知更火鸡鸟，吗？知更鸟？哎，我觉得火是火鸡。鸡耶。那刚刚那第一个金丝雀那个应该是知更鸟吧？知更鸟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我也不知，ROBI，道，我反正试试看啊，因为反正如没果不听是金过。丝雀，对啊。没关系，反正我们鞋很多。哎不呦，知道，么？么啥？哇，么？啥？乌鸦哦，不乌对，乌鸦鸦不是是啊？对啊啊啊啊！啊，该不会是鹦鹉吧？鹦鹉是这样叫，鹦鹉不是说你好吗？你好。你是不是对鹦鹉有什么误解？他最后是 T 吗？Parrot，试试看。啊，那我是一直 T 按吗？到那个，是 T 吗？不然是什么？好像也没有别的 T 可以参考，那就写 T 吧。那看起来也有点像 R 的感觉。没有啊，你看 Parr 它都有那个，诶，它都有，它是直的，可是它下面是歪的。好吧，那你给它 T 看看。Parrot，哦呦，眼泪。哎。这才是金丝雀吧？那我记得电影里面都是贵族在养这个。我忘记了，Canary。哎呦，对啊不愧是贵族茶系，，What the hell？是火鸡吧？这应该是火系应了。该是火鸡了。Turkey，哎有啊，我刚刚没有看到题啊，题哎，在对这啊，边。我们俩刚刚眼馋。不是，有更吵的，因为这是老鹰吗？他蛮有气魄的。好吧。是不是？哇，girl，张开着双翼，它要起飞喽！你就一格要存，我怕等一下那个诗歌全部都画在这边，书籍被固定，就那裂缝有问题。肯定是有的。墙上有一道裂痕，里面似乎相当的深，你只能进去了，白痴哦！裂缝太窄，进不去的，把它是丢吗？我掉了。试试看，怎么可能？哦哦，哇，那么我到前面探探情况喽，也只能这样了。你发现状况不对，就马上回来哦，小心点。不过还真是又暗又窄呀、啊，会怕的话就不要勉强了。可是我很怕。我们的音乐很怕啊。不过这么暗，还是慢慢摸索吧。没有，可以回去了，可以回去了。没有了，不能了。谁说一定要向前的？勇往直前。勇敢扭扭，不怕困难。逃避虽可耻，但有用。好哦了，走，哇！我要冲，我要冲。哎、欸，冲！一二三，那个冲！传信，你现在充当我的眼睛，我是你的双脚。啊，你抓！抓！走没？走走不走。怕？走到底要跟我讲没哦，事。走到底要跟敌我了，讲敌了，敌了！你要进水了。哦。哦，宝藏藏于水底，底下宝藏，那就下去看看吧。不过我可不想把衣服弄湿呢。哇啊？！What the 啊？这 fuck？样就可以了啊？它是那个食灵生物类人猿，哦哦哦！基于分级制度，以作者常用先生个人兴趣，这边人物一类。哦，原来不是李容远不是真的变成容远。所以他现在哦，是全裸的状态。可恶！我也有，好吧。请在氧气用完前找到宝藏，宝藏位置随机。你注意，如果被攻击会减少氧气哦。氧气管所会自动回到原点。基于某些路途过长，路上设置补充氧气的巨大气泡器，商家利用。角色静止时会自动藏匿，不会遭受攻击，请善用这点，等待适当时机前进。此外，部分区域生物不会靠近，这些区域是完全安全的。哦，我是这个。哦，所以红色眼睛是好的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也太难了吧！没路，不是按那么多是怎样？
那么多是怎样？啊！哦，泡泡。我要点了。哎、欸，你怎么可以？宝藏。章鱼，章鱼，章鱼，金币找到了，太快了吧！你也是很欧哎、欸。哇，那手都还没反应过来，所以我可以这样回去，欸、我这样回去。好，你这样回去可以，这样回去呀、啊，你这样子回去了、啊，我这样回去，他不会给我回去吧？他不会给我回去啊？他在看啊。嗯，贝瑞，我来了。哎哎、欸欸，可以啊，我回来喽，而且还找到好东西呢。哎、欸，干嘛？哇！哇！遮住别人的眼睛，然后自己看什么样子啊？发生什么事？那是你没事吧？你的年轻还不可以看，那、啊、你就可以看，是不是？对没？不对，你的年纪好像可以看。我在说什么？不可以看，这太邪恶了。真真阿姨，你还能在那边做什么？快把该穿上的东西穿上！哦，我开始彩蛋了，被赶回来了。笑死！可是我比较想看他裸，没事。干嘛？什么意思？我的哟！哦，他所以他其实还有选项啊！我靠！还要再观察看看，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回去看他们的反应就对了。对啊。那他也是做得很好哦。我穿好了，别再犯这种错了。就是贝瑞在为你着想，他在勾引你，你知道吗？反正你也没看到啊，弗莱尔看到了、啊，不公平，你怪我喽？你说你这个死累赘，你这个，你这句话让我不知道从何反驳起啊！拿西加金币交给了巴瑞，底下居然有水底迷宫，是啊，而且到处都是巨大的水母，没有受伤真的太好了，因为我勇气高超啊。剩下最后一滴血，刚好拿到那个泡泡，笑死！金币丢进去啊，应该是要站在这边，墨绿色的水。我希望我可以离开这里。水中冒出一只水龟，水泥龟。哇，这个许愿池有用哎、欸！笑死！获得灰色钥匙，在笑啊，那个臭面具。用钥匙打开了门，钥匙消失了。墙上被涂鸦了绿色的文字。你的脚在那扇门后的意思吧？总觉得不会有那么好的事。虽然他们是不会说谎的，门后很有可能有着一堆陷阱，但是这边是唯一的通路，其他门后都没有道路了，看来也无从选择。不会吧？为什么要找他脚？墙上有个拉杆，拉下去，拉下来。哎呦！这拉杆放开的话会退回去，得有人在这边固定拉杆。一定是你了、哦、一定是你没罪。哦，那是不可能的，我要拉到勉强了，只能坐在地上的你根本够不到。这边的物品无论是桌子还是书籍都被牢牢固定住，也无法找物品来垫高，折返的道路也变成无限回廊了，只能我或是达西在这固定拉杆了。只要拿回脚，以我的身高就一定够得到。在这之前，你们其中一人得留在这里。那我留下来吧，反正只是暂时的，也只能这样了。我们会尽快回来的。巴瑞，你还不打算说吗？什么？嗯，就知道达西是吃灵魂生物的这件事啊。哇，他还真的是哦。哦。哎，弗莱尔，干嘛？打他？没礼貌。你看着别人的身体，还在那边讲别人。妹妹，又怪我了。你早就该让他知道了吧？一直瞒着人家才是没礼貌吧？奶、欸、奶呀，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在酒窖那边时就发现和普通人不一样，没有耳朵，然后在对称的房间发现写有你们物种的详细资料，感觉这种事讲出来很没礼貌，也没意义，所以才一直没说。哎，你不怕吗？你现在是灵魂，而跟在你旁边的是吃灵魂的生物，知道之后反而更安心了，因为是这样的你告诉我，我还是活着的这件事。哦，哦，是一个美丽的爱情呢。看吧，说清楚比较好吧。那我现在没有把它吃掉。也该前进了，我可不想一直待在你背上，难堪死。你也知道，我们也不想背你。也是，我们会尽快回来的。
然后他们一走过去，达西就变脸了。没有了，没有。哦，没有。好开心，能遇见你真是太好了。What？ 还真是暗啊。没有，没有过去啊。没有啦，干嘛？请你勇往直前。不行、啊，无限回廊，无限回廊。干嘛干嘛？一个华丽的箱子，等等，天村长，你们两个看到的话回信一下吧。一个人真无聊。打开，好丢脸！他们在笑哎、欸，好丢脸！会不会这边最后他们全部人都跑来追你啊？不要这样，我没想到那边呢、欸。动作越大越藏不住真相。哎、欸，巨大合同。不要靠近那只巨兽比较好。好，好，是他把我们拉下来的吗？对，我觉得他，我觉得我们靠近他，他会把我们拉走。插着猫咪布、哦，真的猫咪布哦，拿起来。不要，我觉得他会咬我。拿起来啊！感觉怪怪的，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他绝对会咬我，他绝对会咬我。哎呦，我想看你。你想看是不是？来来，我先撑上去。来，我就为了你拔这一根针。猫张开眼睛，哎呦，哦，好可爱哦！干嘛？你看没了，没了。那、啊、这样我们的手手也要试一下。那、啊、可以啊。哎呦，没了。合同手手。哎呦，这边还有哎、欸。干嘛？嗯，那棵树的眼睛打开了，你没看到吗？对啊，它打开了。哦，哦，你看上面墙壁，我的脚被挂在上头哦。中高度需要特殊方法才能取下。盒子上写着“隐藏的不列入考虑”。那房间里有几只眼睛？有几只眼睛哦？问一下。隐藏的不算，闭上眼睛的不算，没有眼球的不算，躲起来的不算，应该是这意思吧？这边艺术品的眼睛数目，我们两人还有桌上的老鼠，大概只有这些吧，去数看看。所以我们来出眼睛，所以我们现在是四个，再加上老鼠六个，这边是十、十一、十二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对，二、四、六、十五个，目前十五个。下面这个十六，然后十七，这是眼睛吧？没有，十六而已。我刚刚已经算漏斗了，所以加这个绿色是十六。哦，加这个是十六。哦，眼泪，愧是智慧茶系。箱子里有只红色的鸟类布哦，仔细一看，它翅膀的缝线脱落了，翅膀掉落在一边，是要把它修复吧？那我们需要针和对应针，是要拿针，是不是要拿针？红色布哦，应该是它哦，应该先拿线吧。红色丝线织成的人形，拿走一条红丝线，这个先不要，这个我觉得我要先存档。人形动起来，红色丝线缠绕过来。我觉得可能是达西那边要给什么东西吧。我被包裹了。没头绪的话，要不要问人影？ 哦，可以、哦。问人影哦。哦。我不知道，就算知道也不会告诉你。所以你要摸索着这些人，看哪一个会回答你问题。不、哦，这个差点走。你干嘛？没有，差点被拍，吓死。动作越大越藏不住真相，所以有个走很快。啊啊！你开那个箱子，然后看他们的反应。哦。这个蹲下来了没看过、欸？蹲下来的。看到旁边猫了吗？请问摸它的头。哦，摸它的头。哦，要摸它的头。然后这个呢？这我不清楚。哦，所以还、這個、哦，就是还有对，还有另外一个人，有两个人。所以你要先摸猫的头。别摸它的头。不能直接拿。摸猫的头，先摸它的头。嗯，一根针掉下来。哦。哎，那个，中间吗？左下角，对对对，好的，往下。那个右边，不是，树旁边。好，那个你右边，你往右边走。我右边这个吗？右边走。对对对，你右边那一个。哦。沙漏的右边。他相当注重礼节，去亲吻他的手背。哦。哦。手背。亲吻他的手背，这是有礼貌的孩子，需要协助吗？可以给我您身上的一条丝线吗？当然可以，
一条丝线从他的手臂上脱落下来，获得红丝线，然后绑一下。终于。哇、哦，刚刚突然想到他那个小丑原来是这样子的用途啊！我想到这是来搞笑的。对啊，我说那个是来干嘛的？这样就可以喽，手臂这么好，一定一个人住。你在酸我呢？好酸哦！好啦，去拿脚脚。脚、哎、变回来了，太好了！谢谢巴瑞，接下来回头去找达西吧。嗯，结果达西不见了，他好黑哦。对啊，他很黑啊。我黑啊？干嘛？你变慢了。没有剧情，门没有开。达西听得到吗？我就说吧。怎么回事？完了完了完了 ，barbecue 了。我先贴门嘛，听不到任何声音。达西听得到吗？完了，不是吧？哇！那你我猜对了吗？哎呀，复一次，我的，嗯，手不见了，手不见了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不是啊，我的存档点呢？我的存档掉了，我的存档点，狂虐者，哇！裂缝，裂缝。啊，裂缝开了是不是？裂缝吗？我只能往这边走。钥匙。Key。哦，黑只能往前走了。哎，老鼠那边。老鼠掉了。Keep going。不是吧？达西。是达西的笔记。继续前进。怎么会这样？可能被卷入这世界的生物攻击了吧？就像你们前面遇到的石像鬼，但是达西很厉害啊。而且路上也没遇到那种凶暴的生物，监视这里的面具们必须靠领主补充能量，也许他们已经渐渐的无法控制这个世界了，接下来路途可能会很危险。后来那些面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有掌控者主导这世界，其他只是辅佐。你们在路上也见过他们了，掌控者曾替你们挡住石像鬼，同时也借由怀表钥匙给予你能量，记录者写下各种提示引导你们前进。闯虐者与前两者相反，在你们进入这世界后便不断的进行干扰与破坏行动，现在这世界的感觉就像是被闯虐者给支配了一样。巴雷，也许达西只是负伤，找到掌控者并由你成为领主，可能还有机会帮助他。哇，给我们做选择耶。就像达西留给你的讯息所说，你必须前进。我知道了。哇，所以我不能活下，我要成为领主才能。欸，干嘛干嘛？给我自己前进了。好啊，继续走啊。空啊！啊，勇敢扭扭，不怕困难。这个门有点大哦。不是，这老虎鼠洞有点大哦。只看懂第一个，其他的你就要先走哪里？还是我们先去最上面那边看一眼？好、啊。一把破旧的斧头，捡起来啊。得到破旧的斧头，等下该不会要打怪吧？欸，这边有入口，门紧紧的闭，这应该是最后的一条那一条路。那我们先从右上开始走好了。不够难，两个人看着眼球，什么意思？眼睛开了，然后谢了，接着结果，制药者独自住在森林旁，他所制造的生长药剂相当效果相当杰出，但对于入侵者，他。后面自己模糊，不要杀我们吧，所以不要靠近那颗眼球。这个，嗯，要过去看看吗？好，过去看看。冲过去啊！破旧胸前没有人乘坐，却不断的晃动，绳子破损的像是随时断裂一样。他有门吗？好像没有门。啊，这边啊，门紧闭的。哎、欸，不行的、欸哦，不要，你没东西，胆小。没有哦哦，他开了，你看着他，他开了，干嘛？敲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完了，我战胜不了我的恐惧、欸，完了，好了，进去了，进去了，烦死了，冲啊，别怕啦。毁坏的柜子中有些制药的文件，哦，这是刚刚那个人，那个药师，进去，腐朽的牢笼，他关谁啊？不知道啊。有树哎，我那个裂缝可以哦。倾倒的大铁锅，后阵的木箱钉死的，没有开口可以打。棺材啊、喔！看里面，看里面，
劈开它，它里面劈开它，大家先探索一下附近有没有那个劈开它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劈开它。斧头毁坏了，木箱中许多药剂品，获得出去干嘛？什么东西？干嘛？他来了，他在下面，他的灵魂来了，你拿到他的药剂，他来了。我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我把档案丢给你，来跑。快跑！别！我们先看一下碰到他是什么事情。哎，他很快。他躲得了吗？然后我等一下要先那个预跑一下，反正就是逃离这个地方。啊，先演练路径就对了。对啊，因为他很快、欸，而且我们这个没办法跑。我、哦、靠！哎呦，原来这边还有陷阱哦、喔。下去会怎样？下去就死了。啊？没有，没法下去啊，没法下去啊。好。对、欸，不是啊。陷阱啊、哦、还好我先踩下来，然后直接这样可以走到底之后再、哦、我可能完美的巧妙太完美了吧，我的爸躲避了这些你刚刚也是很完美耶，我还有吓一跳白痴哦，等一下刚刚是我在这边开，然后我来不及躲，白痴哦，路在这边啊，对啊，半年你刚刚以为是哪里？你刚以为是下面了？啊，我刚刚以为是这边。What the hell？ 难怪我奇怪你怎么绕一圈，你不直接往旁边走？然后准备哦。好。白痴哦，卡住！欸、他切进路哎、欸。对他切进路。准备哦。OK， 不要再跟我自己讲话。可以右下这种看不懂 ，OK？ 这个有问题，这绝对有问题。哦，蜘蛛哦，蜘蛛，所以这是卵，它的线。我觉得它出来咬我。哎呦，我看得好不舒服、哦。那是脚吗？啊，脚哎、欸，一只脚。哦，巨大的杯子。哦，这杯子、哦，太像脚了吧？上面的是模糊不清，里面好像有些食物存在。有钥匙，有钥匙。不是我拿起来就开始追我了吧？拿看拿看，哎呦，哦，天哪！每一条路是 OK 的，对啊，他再换另外一条路吧，认命吧。左下角听起来好像，左下角听起来好像比较正常。我们好不正常了。这是可以碰的吗？一条绳子，你要被绳子咬是不是？没有，他现在是站着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他一拿，他就直接往下坐。怎么可能、啊？你干哦、没有啊，这旁边的火。来，让我们来看看是不是我们这么晒嘞？没有，我对这个手手有印象，他会拍我。我对那个手手真的有印象。哎、欸、哎，面具。哦，干嘛？我们眼睛啊，右上角。那个面具吗？满是纹状的面具躺在地上，似乎在呢喃什么。哦，把达西带进来的那个。哦。嘲虐者背叛了我们。啊，没了。满是纹章的面具不再发出任何声音。不是、啊，所以这一切都是嘲虐者搞出来的。对，黑色的湖水。黑色的湖水。我真的很不想靠近那边的手。也有纸条哎。我真的不想靠近。好恶心哦！有张纸在地上，怎么做？阅读。死人沉睡着，在枯井中沉睡。哦，奇异的植物。这里啊。诶、欸、诶、欸、我们家。哦，我这一颗。哦哦哦！
有跟画一模一样。什么？可以进来。一只瓮。里面传出低鸣声。赛博士，来试试看。这个幽灵被释放出来，想回家。哦，幽灵，幽灵，快！但他回家之后，他那个我们去拿绳子，那些东西是不是不会来打我们了？好像是哦。我家住在哪里？哇，那么矮啊！哇，路痴啊！那加班人是其中一个洞穴吧？找找看。是这样，找同学了。你不要啊、哦，少最后一个有有没了，有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啦，有了！我的家，我的家，开心，必须报答您。枯井里面有好估东计里面西，好东西。树下绳子暂时借给你，不可私吞哦，那是大家的。哦，我突然很毛诶，这根绳子是不是他们那个？上吊。对，我下去找吧。不，哦，OK，有张纸在地上，该怎么走？阅读。混入催眠草的食物，令使用者在10秒内昏睡。地狱三头犬。好可爱啊！干嘛？为什么你还笑到我？这很可爱啊！不是哪里可爱啊？获得饼干，好恶心的设计，我也这么觉得。笑死！所以我们要先去拿那个食物残渣，然后可是这种是要怎么拿过去啊？就是你吧？对啊，把饼干放入。然后好，嘞，我们再去碰吗？碰看去帮看看，帮看看，没有，不是。等一下，他说催眠草，混入催眠草，可是我们哪里来的催眠草？我们只有拿到饼干而已。有没有听到？没有。哦，我们要离开啦！有没有听到他在哦，睡觉？对，他在睡觉。原来是他，我们要离对，他要开饼呀、啊！干吃掉。对，出去白了，痴哦、我们要出去了。不对啊，我们答西在哪里？喔！那这也还不一定是出去了，哥。开门，走。哦，布莱尔。哎，不见，不是吧？他刚刚才在你旁边啊，你在干嘛？有没有可能这一切都是他的？那两个人都是来帮他脱困的吗？可能哦。这两个人是不是有点眼熟？哦，没有，不知道。那个他姐姐吧，是难得下雪的那个圣诞节，回忆录诶。对吧？复活节一起找彩蛋，熟悉的面容。怎么啦，巴瑞？怎么看起来这么疲惫的样子呢？牧师。哦，累了的话就休息吧。巴瑞一直都很努力呢。休息吧，大家都会陪在你身边的。不会吧？他们是谁啊？达西呀、哦，啊？可是神达父……西耶。哦，不对，神父还没死。你干嘛？你们先休息看看。好好休息，我愿意在这边陪大家休息吧。是啊，就休息吧。休息吧，已经不需要再前进。脖子好累，因为重要的人都在这里。最终，年轻的守墓人在黑白的镜像包围中，静静的闭上了双眼。我操，那么多结局哦，所以他是有哦。哦！哦，第七结局幻境，这是戴尔菲恩的最后一个生日。所以她是他姐姐吗？啊，对呀、得怎样？不对，我现在想到，镜子是第七个结局，啊。哦，不是我第人，一个。对啊，不是第一个，我人生中最黑暗的那一刻。达西，达西不知道怎么样，看到他的跑马灯呢？这应该他跑马灯，斑驳的镜面。哎，普莱尔跟他讲话，那应该是下一个结局。是普莱尔。他的身体变得暗淡，就像前面遇到的幽灵一样。你们真是的，Tommy，你要好好和妹妹相处。Mandy 也是，怎么老是爱激怒哥哥啊？他看到他的家人，他选择留在对，这里。亲爱的，不说教的话是不行的，这样会宠坏小。布莱尔坐在地上念念有词，我先呼唤他看看。好。布莱尔，跳得真好呢，Mandy，以后一定会是杰出的舞蹈家呢。完全是没听进去，摇他呢？摇他，不行，好吧。船呢、欸？所以为什么三艘船？灰色小灰船，色的小船穿着坐连身篷斗坐在篷它帽上的面，人坐在上头，要搭哎呦，船吗？先存档，
好，走吧。长得好恐怖我觉得他是类似引渡人吧，都在这个地方了。哦。哦，没有，他是红色眼睛，所以他是好人。哦，哇，你记忆力好好哦。哇！船整到这里了，前面水域太浅了，以防万一。不是吧？他先沉过，前进吧。干嘛啦？又有什么东西？我在扣血，我在扣血。真是水声音好恶心啊！不行了，我要死在这边了。他在害我，我越来越慢，我越来越慢了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。走不到，我走不到啊，对啊，他是骗我。诶，为什么？不知道，达西，大西，达西。你等来呀，大西。还好赶上了，哇！身上是不是血啊？也可能是红酒。哦，你真的是很弱欸，看看你又哭鼻子了，你还活着，不要再笑我了，还不是你害的。你怎么来到这里？哎，这是血。你看，还有你身上的血，还有头发，还有怀表的钥匙，你问题很多欸，这帅化妆，他旁边还有红色眼睛的马，是吧？他失踪前的那个马吧？哦。笑死！他把石像鬼的手卡在上面。简单来说就是随机应变吧。不过现在还是离开这水要紧吧。谢谢你喽，布雷迪，还跟他取名字诶。不过刚刚突然冲刺起来吓我一跳呢，突然停下来看到巴瑞倒在水里，又让我吓到了。抱歉给你添麻烦了。啊，没想到钥匙真的会用上的。当那红色的手丢下钥匙消失时，我还怀疑会不会是陷阱。虽然还有很多话要想说，但还是连走吧，不然再发生什么危险的事就糟了。说的也是呢，名为布雷迪的马，我们达西回归，终于回归了。里面似乎就最深处了，进去吧。朝虐者，啊，掌控者。是的，时间已经所剩不多，一切便简短成熟。哦，他是一开始帮我们挡石像鬼的那个面具哦，就酷酷面具。这世界已经要崩毁了，所有在这世界的一切事物都会消失。但是如果您成为领主的话，这庇护所就能得以继续存在，而您绝对有那能力胜任。你的坚持和毅力我们都看在眼里，现在你必须做出决定。等一下，那为什么要把其他生物吸引进来？为了避免这世界消失后亡灵被不服的掠食者们攻击，我们将掠食者们吸引进这世界。若没有危险性，在最后一刻便让他们离开。沙漏就是记录者行为的物品，若沙子全部落完，便会和我们一起消失在这世上。达西从口袋中拿出一只沙漏，沙漏的一端已经没有沙子了。傻眼，沙子已经没有剩了，你必须待在这里和我们一起消失。你刚刚说只要我成为领主，这世界就不会消失吧？是的，没错。哇哇，也就不需要将其他生物困在这世界里了吧？他为了达西要放他走，那么我选择留下。哇，巴瑞，您已做出了选择，那么将我带上吧。啊，哇哦，那幅画戴的面具是不是也是哭的啊？为什么？你明明很想回去的。对不起，不要道歉，该道歉的是我啊。对不起，达西，我希望你可以忘记这一切。真是衰啊，衰到现在还把发带弄丢了。桑利亚。啊，是他的那个一开始的画面。哦。你是。怎么回事？他消除他的记忆了。啊。他不记得了。对，姐姐，你也是来送巴瑞哥哥最后一程的吗？算是吧，不过我没有像他们手里握的那种白花，所以这样啊，那这个给你。小女孩将一朵白花从花束中抽出，交给了达西，这样就没问题了。谢谢你，为那位曾活在这世上的青年献上最后一朵白花，也许和他一起度过时光还历历在目，又或许和他完全陌生。
然而在此一切都不重要，重要的只有对于那青年的一生之计。三曾经。